我每次都能马上空勺吧，有一点经验。你把这水开开吧。开吧，你开吧，你开吧。那水就没关过，关了也一样低，一样，没啥。 它这上变形特别严重。它不是焊缝变形的特别严重，是它没有把这个波做个处理。说白了，它就把这个波给你画好，它就一样了。其实它的焊缝根本就没根哥，你去看那个焊缝吧。我知道。你看我现在把这个，你在这边全程探一遍，然后等会完了之后，我们让它再走一遍，我们在外面看是不是？我就拍2段视频。 完了之后，我就给你把这波处理一下就完了。感觉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，说的就是感觉跟他我给你处理嘛，我给你处理就完了嘛。说白了，我就给你把波处理一下就行。像那干扰一样。